广西南宁动物园一只黑猩猩以掟嘢闻名，有网民在1月29日上载影片，只被黑猩猩掟胶樽击中，导致眉角受伤出血，手机屏幕亦都跌烂。南宁动物园就回应话，猩猩掟伤游客是因为有游客对猩猩有过激的行为，又指猩猩只是正当防卫，园方正是就事件进行调查。这一只黑猩猩曾经向游客掟泥掟屎，不少民众慕名而来，特意欣赏他掟嘢，深受游客喜爱。